谁喝过真的天子笑？我的天哪，可能就是酒，我觉得可能就是白酒吧。嗯，给你们现场的那个是道具是什么？水。道具的那个莲藕排骨汤，好喝。它是真正的莲藕排骨汤。嗯，不好意思，没喝过。哦，你没喝过？对啊。师姐，她平常会给你们煮没有喝的？我跟师姐没有那小气，不好意思。哦，嗯。孰弱孰强？我有或孰非孰败吧。哇哦哇哇哇！我的话有悔两个字。嗯，一般能互动的也就只有狗跟兔子了。仙子。对，你像那些也有仙鹤、乌鸦的。有啊，有，我在人生不知处有鹤啊。哦，我没有看到鹤。不可能，你看到了。下雪的时候它在。下雪。下雪，我哪有下雪的戏啊？你在云深不知处，你刚醒来怎么没下雪啊？哦，知道，那个池塘里面是吗？对啊，嗯嗯对，还有孔雀呢。对，还有孔雀，但哦对对，有孔雀，嗯。孔雀在哪个戏里？在金陵家，对，金家在金陵。我那首有点绕，词有一点点，如果开的话，就背吧。不然呢？对啊，不然呢？